什么都不学习，好不想写了，感觉要被这个鬼论文逼疯了。这个 deadline 就像给我画了一个结界。Let's go！ 我咋也不追星，就那么一点点，读书读少了。今天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二，一会儿要跟我的助教在网上开个会，哎呦，刚起来脸都是肿的，又没有睡好，我最近老是晚上睡不着，可能要到两三点钟才会睡着，代码呀论文啊就在我脑子里转啊转啊转，就特别特别困，但是我就是睡不着。现在赶紧起床去做个早饭。租了一个这种开放三明治，还搞了一杯咖啡。最近其实很少喝咖啡了，可能是我年龄大了吧，我总感觉喝完之后我心跳特别快就不舒服，所以很少喝。距离我开会还有15分钟，要问他的问题写一下，要把早饭吃了，头发都不梳。不过没有关系，虽然我是跟导师打视频，但是我们不开摄像头，画面是要分享自己的桌面，然后给他看我的程序或者是我的论文。开始给你听了。Ja, kannst du mich hören? Ja, ich muss genauer erklären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Modulen. Das muss gar nicht so viel sein. Das Ergebnis des Human Detectors. Ja, was ich erklären möchte, ist, dass die Erkennungsergebnis nicht so ideal sind.Dass das falsch läuft, liegt nicht daran, dass der Hock nicht funktioniert, sondern das liegt daran, dass das Eingabebild das falsche Format hat. Ziemlich sicher, lass das lieber raus, weil das ist gefährlich. Okay, dann bis Donnerstag. Alles klar, gut, bis dann, mach's gut, ciao. Ciao, danke. Bitte.怎么这么慢啊今天？这么慢啊怎么回事啊今天？换了件衣服，那准备化个妆，因为我最近特别喜欢看那种女大学生 vlog。国际高中生的 vlog， 女孩子真好，又漂亮又精致，跟她们一比我就是个土狗，年轻真好，好像我跟她们也差不多，但是转念一想，就算是个大一的学生
都比我小8岁，因为我一直都待在学校里面嘛，有时候还把自己当个小姑娘看。我不能再像现在一样幼稚了，我很多事情我就觉得我还小，心态和那些和我同龄的已经工作的人还是有区别，没有把自己真正当做一个在社会上完全独立那种成年人。哎，这样不好，心态年轻是好，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还是学生气太重了。而且现在我看，哇塞，国内的女孩子现在都特别会打扮，都好漂亮啊。我已经连着穿睡衣穿了一年了吧，我甚至已经半年没有穿过内衣了，就每天在家里待着。哎，我今天就想着我不能再这样了，我要漂亮一点。我感觉我得了潮男潮女恐惧症，我一看到那些打扮得很漂亮很怀型的男孩子女孩子，我心里就稍微有一点害怕，我觉得他们好漂亮好厉害，我有时候就不敢跟这种人打交道。这个就是我说的我心态有时候有一点幼稚的表现啊。我现在准备去做个午饭，我看很多人的那种 vlog， 那种比较治愈的 vlog， 中午一般就搞个什么沙拉呀。不好意思，我今天的午饭是昨天晚上做的卤牛肉。我们湖南人就是要吃重油重盐重辣的，我要爆炒，一点都不秀气这样子。加一点藜麦，天路的牛肉，新的 binder 就是牛的大腿，我买不到牛腱的肉，把它切一切，等一下跟这些佐料一起炒一炒。今天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冻到冰箱里面。哎，就是一个人做饭，你做一点，你又懒得嘎这个湿，就懒得麻烦。就像卤东西，你不可能一次只卤两坨，但是你卤多了，你又留着。就很不方便，一个人做饭真的很烦很烦。看我卤的这一块，就是牛筋多一点的，就比较晶莹剔透一点。我晕，刚才操作一通，发现自己没有按下录像的开关，反正就是底下铺了一层黄瓜丝片、黄瓜条。我的饭也正好好，然后把刚才炒了一下的牛肉放在上面，打了一点芝麻，放一点香菜，还淋了一点这个酱，这个酱应该是那种芝麻沙拉酱，但是真的超级好吃，看上去还可以哦。可惜我好不容易做一个看上去比较好看的菜没拍上。中饭就是藜麦饭，然后煎了一个蛋，还有刚才炒的卤牛肉。吃饭的时候一般会找一个视频看，我感觉我最近越来越暴躁了，越来越不喜欢看很长的视频，就最多15分钟吧，不然我看着就会很暴躁很浮躁，我最近静不下心来。掰一掰，我现在连长的电视剧都看不下去了，一集40分钟的电视剧我可能要分3天才能看完。最近唯一一个很长然后可以让我看下去的视频就是创造营，但是我已经发了毒誓，我再也不搞秀人了。选秀这么多年，秀粉都疯了，秀人自己也疯了。上一个我真情实感搞的秀人已经塌房塌到地基了，我再也不追星了。
准备睡个午觉，太困了。要不是为了跟猪叫视频，我也不会起这么早，我太困了。睡觉。20 minutes later。能不能不学习？能不能直接跳到我答辩那一天？我不想写了。我的小姐妹要生日了，她要喊我们去她家吃饭。我说那你起码也得做一个烫金的生日邀请卡吧，然后她就真的拿这种小程序做了一个。我这里把他们家地址挡一下，居然还有 dress code 卡戴珊 style， 这写的李泰容老公，他可能是疯了。我去她家住的时候，一边刷牙一边到她房间里喊她起床的样子。这边是群里其他姐妹的黑照。怎么还有李泰容啊？我觉得这个女的得了妄想症。还要写呀，姓名，你爸爸。我真的很浮躁，我干一件事情干久了就会很烦，我就会开始暴躁。之前没有 lockdown 的时候，要是不想学了，我就出去散个步，或者是出去跳个舞呀，或者是找小姐妹去吃个饭呀啥的。就是因为疫情，我就一直得在家待着，这个 deadline 就像给我画了一个结界，每天我就在我们家这一层，哪里也不去，每天就四个地方：书桌前、床上、马桶上，还有灶台前。我上一次出门半个月之前了，已经是。我每天的微信运动8步、16步、9步，不知道的人以为我瘫痪了。而且我现在就是手机跟座机没有区别，要是我不健身的话，我每天真的就是一直坐着，我感觉整个人都疲了。
我发现我坚持健身之后越来越强壮了，100出头，但是总要出那么一点头，它就只有右没有左。我眼袋怎么这么重呀？拍出来。我最近的确休息得很差。今天要做的是这一套 Amy Wong 的30分钟，我觉得这个就运动强度还比较适合我，最好的是它不伤膝盖。 Let's go。请问我这条腿什么时候才能瘦下去？我觉得我只有上半身是瘦的，腰是细的，脸看上去有120斤，腿呢，腿看上去也有120斤。这条健美的腿啊，结实的腿，加油，大家也要运动起来。You're surrounded by people that love you, whether ever you need or go through, and forcing you to stand. No matter if I'm okay, we can cry together if you want to. Forever I'll be there to support you. 我因为我之前有段时间痴迷减脂的时候，就痴迷看那种维密天使的 vlog。当时有一个维密天使就说，吃水果时候最好搭配那种富含脂肪的东西一起吃，帮助你维持血糖平衡。好像大概意思是，就饿的会比较慢。刚才吃完酸奶，然后学习了一下，去洗了个澡。10点了，我还没洗完。我觉得出国留学最让我痛苦的不是学习，是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就生活里，就哎，我怎么在讲缩普啊？今天你出国的话，就生活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要自己操心。每个月初我要去银行取钱，要交保险，要交房租，还要交网费，交手机费。然后每天我还要琢磨着今天吃点啥，然后还要做饭，做完饭呢还要洗碗，每天还得惦记着，家里是不是菜快没了呀，要去买菜了呀，卫生纸呀，矿泉水呀，洗洁精，这些日常又必备的东西是不是又快用完了呀，要是用完了去超市买呀，或者上网订呀，暖气坏了，窗户坏了，还要找人来修呀，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操心。像原来读书你就只要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宿舍什么都帮你弄好了，你去吃食堂，食堂每天都好多菜可以吃。我最近掉头发真的掉得好严重啊。现在这个点，脑袋最灵光，精力最旺盛，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但是我助教今天跟我视频的时候，他答应我会把他的修改稿今天发给我，但是现在已经10点半了，他还没有发给我，我觉得他今天是不会发，所以我决定上一下网课。你不做这个不知道，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考试啊什么的，你考的也还不错，没有觉得自己你有哪个地方特别不足，但是越学越觉得哇，我真的读书读少了。我最近在上的网课呢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是一辈子都别想得到我的学校，是我考不起的学校。这个方法呢是一个主观控制，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毛主席这个诗词里面讲的，就是敌军围困万千土，我是巍然不动，是吧？就是不管你怎么动，我这里不动。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说话跟我们中南有个老师说话口音一模一样，所以湖南湖北人说话真的口音一样吗？主办控制是以不变应万变，那么鲁棒性你这个模糊分类的时候是怎么分，也就是有个以后我会讲的，你注意这个有个叫做 membership function 就是隶属度。什么 membership function 就是隶属度，
membership function 就是隶属度。membership function 吗？就是隶属度。隶属度是什么 ？membership function。哎呀，隶属度1点多了，后来又想把之前写的有个地方改一下，然后改着到12点多，我就说要不睡觉吧。但是有时候又觉得思路不能断，我就改完这一点点，这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里面其实有这么多东西要改，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学习时长，9个小时。我论文刚开始的时候，1个星期16-17个小时的样子。然后因为快到 deadline 了，就有种我要做不完了，我不能毕业了的感觉。我上个星期的学习时长是39个小时。这个人呢，就是深得见。就像我小时候寒假暑假，我最开始刚放假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的寒假暑假作业都放在行程表里，每天做那么一点点，然后那一点点从来就没有按时完成过。我永远都是在开学前的1个星期每天从早补作业补到晚。每一次开学之前补作业的那个星期，我都会告诉我自己，下一个假期我一定一放假就赶快把作业写完，我再也不这样补寒假暑假作业了。可是呢，都快研究生毕业了，不到 deadline 我是不会认真学习的，我都是自作自受。这是，也许这就是美女的烦恼吧。大家下个视频再见，我累了，我要睡了，明天又是赶论文的一天啊。